曲角三分不见，篮球抢到，好球！哇，啊，申子杰今天要疯了。嗯，这边呢，哇，孙子这球防得不错，但是身后有跟进的补篮，孙子杰再往内线给孙子杰，要到的位置两分打进，补，所以被换掉。莱斯现在跟球队融合的感觉还是不错，虽然莱斯称不上什么顶流运的下没投。这边还是往篮下走，再给这球传得漂亮啊，两分打进。但是呢，篮下人仰马翻，倒了一片。真的一个大延误，三分线一个基地，一二加一啊！这球古月卓呢是非常尽力的想把球放下来，形成干扰。看这球，三分线这个基地啊给的非常漂亮。老板给三分了。那。嘿，这是打了一个配合是吗？得又救回到申子杰手里啊！那最后还是一分变两分。篮下，郑准只能犯规了。郑准这边也是一直能把球找到申子杰这个点啊，不管是萨林杰还是莱斯，两个外援都很注意去找申子杰。三分，两罚中一。防守没有点开人，内线打一时间差，申子杰又拿到篮板，这样申子杰是拿到十个篮板球了，两双了。申子杰顶着打，造成了犯规，一把打前沿弹进，外线的机会，三分短，但是这边补篮打进。一脚三分不见，篮球抢到，好球！哇，啊，申子杰今天要疯啊！这个位置他是身高占优的，篮下又是造成的犯规。这个应该是每个联赛都一样的。你看 NBA 的球队也不是说每场比赛都在玩命打的啊，也就那记分牌坏了。行，问题不大，往内线掉，呼，空中接力。哎，这球防下来，但是陈子杰又一个前场篮板。啊，不要着急进攻，不要失误。对，连续的转移球。啊，还是造成的犯规，又是二加一，这已经是29分16个篮板，这数据太惊人了，这一般。但是我感觉他之前是不是并没有得过30分？好，那么全场比赛结束啊，138-121，最终也是没什么悬念，因为今天广州都是两个外援没有打的情况啊，深圳是大比分战胜了广州。